是作为演艺界的人士啊、特别是在这个文化艺术领域里的一些公司，我觉得自律很重要，守住底线很重要。全社会现在都注意一个问题，就是诚信。那么我们演艺界能不能也做一个诚信记录？这个很重要啊！你像对一些虚假的、流量造假的、收视率造假的这样的公司，包括演艺人士，是不是也应该做一项记录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可能我们的播出平台啊，就对他这样一种行为采取限制。你比如说你霸座，或者是你在飞机上你抢占座位，这都要进入征信记录。那将来我这飞机我不让你上，这火车我不让你坐，最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我不允许你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啊，不然的话我们没有一个有力的监管方式啊，没有一个让大家能够从道理上可以理解的、可以接受的这样一种管理方法，那这样的事情经常会发生。如果我们把一条线画在那儿了，你越过了这条线，你就要受到一定的惩处。我想会从他自己潜意识当中就开始自律。文明是管理出来的，不仅仅是理解接受，同时还要有管理。我们为什么要制定法律呢？就是对有一些个别的行为，不法的行为要有约束，让他走到正路上来。所以要有这样一个征信记录，我觉得比较好啊，使我们的演艺界啊，包括艺人本身、公司本身，都在这方面要讲诚信啊，不能随便流量造假啊，不能随便就是搞一些虚假的宣传啊，不能为了收视率而采取不法手段，这个都非常重要。